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爱多美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爱多美或者爱多美这三个字，但是到底爱多美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将在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一一的分析。那我们从一出生，从宝宝一开始，我们除了哭、除了闹之外呢，其实我们最厉害在做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最厉害就是在消费。宝宝一出生，他就是一个消费者。从我们消费，从我们奶粉钱啊，我们尿布钱啊，衣服啊等等，都是在花钱。所以宝宝还没赚钱之前呢，他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消费者。那我们慢慢成长成人之后呢，我们除了花钱，我们还有第一个角色就在赚钱。那今天有没有一个机会呢？我们在同时间的花钱也有机会赚钱呢？那如果有这个平台的话，大家想不想了解？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，一边花钱一边有机会赚钱。如果你答案是的话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一家公司叫做爱多美。那爱多美到底是什么呢？爱多美其实是一家 online shopping mall，它里面就是好像我们在淘宝啊，在阿里巴巴或者在 Shopee 啦，在买东西啊 ，online shopping mall。但是它结合了一个就是奖金发放的制度，让所有的消费者在这边有机会领到奖金。那爱多美呢，它有卖什么东西？它除了有卖个人用品，还有我们牙膏、牙刷、身体乳液啊，然后我们一些染头发剂啊、body shampoo 啊、body lotion 啊等等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卖家庭用品，detergent。洗衣粉、洗衣水、softener，包括 tissue paper，包括battery 啊等等，再加上它其实有卖很多很好用的一些美容产品，包括彩妆护理，然后还有很出名的保健食品，OK，然后它还有很多的食品，我们有咖啡、有拉面，然后包括里面有卖米、有卖盐、有卖糖等等，再加上呢，爱多美其实有卖服装等等。它有卖皮鞋，有卖衬衫，有卖腰带，然后有卖男性跟女生的内衣内裤等等，OK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 shopping mall。目前在韩国爱多美呢，它已经目前超过400多种产品，马来西亚的爱多美呢接近150种产品，陆陆续续会增加越来越多产品，OK，所以跟很多一般上的商家、一般上的 shopping mall 不同的是，爱多美跑出的策略是叫大众精品策略。我们在做出的生意是产品是绝对的品质、绝对价格。什么叫绝对品质？什么叫绝对价格呢？就是当我们去买用这个产品呢，它是一个很高品质的产品，就相对于我们去买一些名牌的专柜的 quality，但是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大众化，非常非常的平民化。OK，所以爱多美的策略就是大众精品策略，所以它的产品不是最便宜的，但是当你比较品质的话，apple to apple 的比较，它的产品品质一样的产品，它的价格肯定是最便宜的。那为什么爱多美可以做到这样强大呢？因为我们一家很强大的公司在后面，这个就是我们爱多美的总部，它成立于2009年。OK，所以在这11年的时间呢，爱多美已经陆陆续续去了16个分公司。包括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台湾、新加坡、柬埔寨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墨西哥、Australia、纽西兰、印尼、俄罗斯，刚刚在中国已经 launching 了。接下来呢，他还会去到土耳其啊、印度啊，然后越南等等一些国家。所以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爱多美呢，在短短的11年，已经分布了很多个国家。我们再来看，爱多美其实它在韩国一直时常都被一些主要的媒体报道，有电台的报道，也有一些杂志的报道。OK，所以再加上我们的背后呢，是一个很强大的背后盾，就是我们科马 BH。我们爱多美有国家级的研究所，就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，我们也有世界级的工厂，就是韩国科马。很多人都不认识韩国原子力研究院，也不认识韩国科马。那我就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韩国原子能研究院它是韩国政府的研究所，它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研究所。OK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韩国科马。韩国科马很多人不认识它，它其实是世界三大的美容品代工公司之一。很多大品牌，好像 SK-II、香奈儿、Estée Lauder、莎莎、雪尼等等，都是这一家公司代工的。OK，所以当凯瑞跟科马结合，就结合了一家上市公司叫 Coma BH。Coma BH 就是专门为爱多美生产产品的一家公司。所以我们有了世界级的工厂，再加国家级的研究，所以爱多美的产品其实是梦幻级的产品。所以今天，爱多美跟很多商城都一样，我们是 free membership 的，你不用担心今天要加入爱多美消费要花很多钱，可能要花10块、100块、1000块等等，不需要，我们完全是不需要加盟费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每个月每一年的月费，
最重要，我们也没有强迫性的重效，你不用担心进来爱多美过后，每一个月要花200块、300块，甚至花1000块去买东西，不需要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我们在平时在一些大商场，比如说买电视 99或者是 Aeon 啊等等，花费买日常用品。我们今天只是换个平台来爱多美而已，在爱多美里面，我们是有机会享用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的产品。然后最重要，在这边我们只需要花我们平时该花的钱，但是在这边有机会省到平时省不到钱，也有机会赚到平时赚不到的钱。OK， 所以总结来讲，在这个 5G 的时代， 5G 时代已经来临了，我们一定要当一个精明的消费者。所以在爱多美里面，我们自己用自用就会省钱，自用省钱。 OK， 当我们去分享，我们就会赚钱。所以在爱多美里面，我们人人都是消费者，我们人人也是消费商。所以希望大家在这 5G 时代来临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帮助大家自己找到一个 Plan B， 换个品牌消费。OK， 享有绝对的品质、绝对大价格，而且在这边有机会赚到零用钱，甚至可以养家糊口。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